90年代初，富豪跟雷洛都分别被拍成电影。雷洛，我觉得没有人能比刘德华更合适了。首先我自己就好开心可以同刘德华合作啦，因为第一次。既然大家认为是我，我愿意在这里的一个特别的演员。在这个故事里面呢，雷洛最初还是地位没那么高的一个小探。哇，救命！他是正中带邪，邪中带正那种人。慢慢提升到最后一个总华探长。听讲你就见我。依我计啊，如果我话事，样样事有规有矩。我认为我在这个戏里面，其实在掌控所有的平衡。快点！平衡的非常好，这个生活就会很平衡。如果你失去了那个规矩，这个社会就会变化了。这回刘先生演的雷洛和以前那个雷洛完全是两码事，内敛的简单沉稳，慢慢渗出来的那一种霸气。十八年以前拍摄过程都是一个有经验的演员那种感觉，就是大家会互相给意见啊，几享受嗰个感觉。觉得可以说非常自由，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刘德华。